嗨，大家好，这里是 Space Plus 重庆 Space Plus， 然后我是手机跳师，我叫阿威。那今天要带给你们的是我们公司的店酒，也是我自己的原创调酒。对，那我首先要用到的酒有 Golden， 对，它是一支属于比较便宜但是非常好用的哥顿金酒，对，在市面上都买得到。然后还有这一支，它叫 Qho。它是由葡萄直接整个去酿的，然后它是一种利口酒，所以它比较甜。然后今天是做这一支跟这一支的搭配，对。然后酒的名字叫 Space Gin， 那现在就是我现在要做的做法了，对。今天呢，我需要三颗葡萄。把它对半切就好了。然后两个柠檬角。把它切成小块的。哦，我要倒的。那其实这杯酒它比较适合女孩子，因为它的味道跟水果味会比较重一点。但男孩子要喝也是可以，那只是看你想要把酒精拉高或是拉低，就这样子而已。然后薄荷叶。食物的糖水。十五的柠檬汁，45的 Golden Gin， 30的 Qho， 还有差不多20的苹果汁。在 shake 的同时，前面你可以先用 Raspberry， 然后先 stir 一下，去尝一下它的味道，是不是你喜欢的味道？这个还可以，刚好。再加点酸奶。然后这杯酒它的用的冰块是碎冰，对，然后我刚之前已经先打好了碎冰了。碎冰不用太多，就一点点，因为底下还是有大冰块在下面。然后我会把碎冰铺满，铺在上面。好，要用一点新鲜的薄荷叶。就这样铺在上面就好了。
然后 garnish 呢就是放一些蓝莓这样子，然后最后的话做了一个葡萄叫破叶，因为这杯酒是最重要的原料就是葡萄跟破叶，然后最后再把这些东西放上去，就行了。这就是 space drink。